郭先生。哦。阿秀啊，身体还阁真虚，咱去困一下啦。哦，好啊。秀啊，阿多好啊。我休困，爸爸讲故事给你听。啊，你目睭要开开，赶紧困哦。好。真久真久以前哦，有一个爸爸，加一个妹妹，因两个啊过着真快乐的生活。啊，有一天，因看到天顶的天星哦，就欢喜讲。啊！你看，那天气永远拢袂分开哦，啊，都亲像。囡仔找着啊？是啊，遐囡仔拢嘛是替李老师走出去的。啊，这李老师一找就找到这个囡仔呢，家遮尔拄好。我看吼，一定是李老师塞人这个囡仔，搬一出戏予咱看。哼，那呢，这李老师哦，就有影真过分哦。嗯，那过分啊！我感觉这李老师哦，阁真奇怪呢。老议员，你敢有注意到？这李老师虽然讲表面上看起来真温顺，啊，不过伊心机带真重呢。伊不时吼，拢来跟我议长开讲哦，阁开高高低呢。害阮议长拢嘛做相信伊的话，我做惊到一天哦，议长会去予骗去。袂啦，啊，但李老师已经结婚啦，嘛有囝，已经敢袂甲伊安怎？嗯，这真歹讲哦。李老师这摆是家己一个呢，啊，伊若是要甲伊丢高高低，谁有伊法啦？应该袂遐戆啦。尊公哦，伊真正要找一个对象，那应该是你呀、啊。老议员，老议员，恁还安尼讲啦？哼，那袂用安尼讲。你看，你身做遐水，人有够少年。做代志嘛真认真，迄李老师是要哪甲你比啦？哎，是讲你弟弟院长身躯边遐侪年哦，院长拢毋捌甲你表示过哦。无呢？吼，哪里有机会啊？我替你问看卖，问伊对你的印象是啥款啊？安尼唔好啦。哼，那有啥物唔好？迄院长伊嘛是故意人呢，感情这款代志哦，那无人替伊关心哦。我看伊嘛是歹势开嘴啦。这件代志哦，搞我啦哈！老议员，恁若真正安尼做，我会做歹势呢。我来给你泡一杯曼特宁啦哈。议长，你回来啊？老议员，议长辛苦啊哈。没啦。李老师，你不是第一照顾秀啊？我来惠通之家冲啥？杨老师，是我今仔冲大印的差，所以请李老师来甲因看一下，安大印的技术。而且我即摆嘛当在考坑李老师，请继续留落来好不？院长，但李老师拢要走啊，你敢着爱安尼强人所难？院长，你莫阁有大家歹做人啊啦！李老师，院长，你莫阁为难我。那是在表达面的想法，你莫这边。哼，囡仔有想法了，
院长，囡仔想要做啥，你就做因去做。无怪哦，囡仔互你生甲无大无细，爱出去就出去，爱转来就转来。老议员，我毋是信你，平常时我对因真严格。啊，不过囡仔的习惯，咱大人就要去了解。啊，若无，咱就是咧逼因无听话，逼因无守规矩啊。对，讲了对，讲了对啊。当时，大司令，一定。我嘛暂时甲李老师留落来。李小姐，咱搁见面啊？阿伯，你奶奶家？听讲这个囡仔走出去，过来甲关心一下。阿伯，你是？我是天山企业董事长林天山。一定，你跟李老师有熟识哦？我早就应该熟识伊，伊是一位真好的老师，天辉儿童之家有一款的老师，你也是这个囡仔的福气。阿芬啊，我嘛希望李小姐、李老师应该留落来才对吼。是啦是啦，我看见小朋友这么喜欢他哦，我就知影伊是一个好老师啦。小朋友若是希望伊留落来哦，我绝对会甲李老师留下来啦，哈。李小姐，阮大家拢希望你留落来，请你看到这个囡仔份上，继续留伫家做老师。小朋友，安尼好不好？乖乖乖哦！一定啊，我有代志，无我先来走啦哈。我走。来玩薯条哈。跟老师啊，阿妈啦，这两天好困啊哈。哦，是。小朋友，跟林爷爷讲晚安啊。林爷爷。安，李老师晚安。好啦，行。潘姐啊，我一直都无甲你讲我的身份，安尼对你也较歹势。嘛是因为安尼哦，我才有法度了解你这个人。而且。我是要跟你回事的，李小姐，你确实让人钦佩。阿伯，嗯，我实在感觉真意外，想袂到咱会安尼来熟识。啊，不过多谢你对我的关心，搁这么信任我。我想，我是无适合在你这家做老师。我知影啦，你是为着你甲小云过去的代志啊，啊？你应该已经了解这条啊，这不是问题了。其实讲起来，这是我的家内事，这代志我去解决，未去影响你的工课。所以，我要你头路啦，吼。阿伯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代志莫变到遐尼复杂，所以上简单的方法。就是我离开家。李老师，李小姐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我也希望你了解我的心，其他都免再讲了。阿伯，一定。恭喜，董事长，我上。妹呢？请老婆。李小姐，恭喜。董事长，司令。
想不到碧云爸爸是这么明理的人。喂，我你稍等下哦，一定有电话。喂，哎，王医师。王医师，今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会当确定邱小妹妹是肺癌。肺癌？除了方法，我会给你做说明，但是病人心理的辅导就要麻烦你。你大大的，吴先生，请吧。李老师，哎，小月一直在发烧呢。医生有甲注射，一旦呢烧就退了啦。哦。多好。李老师，哎，小月已经下骨慢慢的啊，伊到底是什么病？可能是感冒发烧。哦。老师，你回来啊？你袂阁走啊，对无？那呢？我什么时阵会用得回去？等你紧好起来，你就当回去啊。安尼，我要紧好起来。我被坑去跟老师到做会，老师，等我好的时阵，你要带我回去哦。好，老师来带你回去，你已经好起来了。老师，你哪会这么久才来？秀华人艰苦，老师去病院看伊。老师，秀华是安怎？秀华无安怎，伊只是发烧尔。老师，明仔载下课，咱去看秀华好无？那恁大家要紧困哦。老师，这里有什么代志？李老师，啊，你连面要洗洁，连面阁无爱，到底想怎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先？是为着秀月啦。秀月，你想怎？医生嘛证实，秀花的病情，阮无任何人知影。秀花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决定要留落来。
严老师，我老了的原因是真单纯的，是为着秀啊，你别想想这样。李老师，其实我对你不是有什么偏见啦，而且这几天你没在的，除了从大人走出去以外，其他的小朋友都真听我的话，我跟院长也都生活了真好，不管是一个欢喜啥烦恼啥，我都会当知影，就亲像你还没来之前同款。袁老师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不可能再接受另外一段感情，我对院长只有尊重，在我心内，我诚心诚意祝福你跟院长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我只希望可以留在这照顾小朋友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鼓励秀啊，让他的病关系好起来。那李秀萍哦，在咱儿童之家里来来去去哦，有人要把他留下来，有人分不到他紧走。我若是他哦，敢若受到那行李赶来赶去哦，我就烦恼到要死哦。啊，你看，现在院长又要把他留下来，又跟我口舌呢，问我说，啊，把李老师留下来干好？哼！啊，你一个人点在洗洗凉，敢有容易啊？都对，我若不是选技需要钱哦，伊有五是家己的院长，加减要把他尊重一下。那不，我早就把李秀萍轰出去了。是讲哦，把李秀萍留在儿童之家是有较好嘞。但我都唔相信迄个江世文甲李秀萍无偷来暗去。阿爸卡爸爸有胖嘞，但只个江世文迄个胖，迄我拄无破，伊真紧就为总经理为你搬落来。你安尼讲嘛有影啦，啊，不过我较烦恼的是哦，你要抓江世文甲李秋萍的鸟鼠仔尾，是有另外的目的的。目的？我本来可有啥目的？你甲世文因翁仔某的感情不好吵，你敢是对朋友有啥物意思吼？喂，你嘛是咧后背讲啥啦？但我即马有你遐尼贤惠某，我本来可能搁再跟迄个屁友搞搞你啦。我搁讲转来啦，就算讲即马屁友来找我，我搁嫌啰嗦咧。你哦，敢那出一支嘴啦？李老师顾虑到秀国的病情。所以答应留下来，人真好啊。爸，咱儿童之家要找搁较好的老师，免惊无，那就一定要将李秋萍留下来。爸爸甲伊讲，伊感觉伫公园，加上去病院，就是这位李秋萍老师，伊哩拢唔知影我是虾米人，所以。我该开讲，我家这样也做了。伊甲世文不安怎？而且伊是一位真好的老师，所以我认为伊应该留在儿童之家继续来照顾遐囡仔，吼。天才啦，你甲李秋萍过甲这样好，敢讲是咱唔对，咱冤枉伊，欺侮伊心。金龙。你知李秋萍现在要离开，伊就是惊咱家的起风波。啊，是安怎？伊就有这款的不懂看过去的代志，啊，恁双都做袂到，嗯？爸，这袂用怪阿姨啦，应该讲是伊家己甲世文有一段过去，安内这尔拄啊好。
伊即马搁伫咱的儿童之家做老师，你敢袂感觉这伤过卡合？无得卡，伊是有啥物目的？我知影无得，因为伊有一个囡仔。也毋过，伊即马这囡仔胖个，所以才来做老师。底下儿童之家一间外过一间，伊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囡仔，这就是个企图。安尼代志就简单啊嘛，但既然李秋平哦都已经结婚生囝，来儿童之家做老师找伊的囝，那是伊的代志呀，你都唔免搁再怀疑什么啦，哦。我唔对啦。这是个人的代志，咱就不应该讲人的是非才对，啊？好啊，今日一定来这甲报告李同志家最近所发生的代志。我趁恁大家即马拢伫遮，我有几项代志要甲恁讲者。第一，我要继续支持李同志家。第二，收我的医药费。我会负责。第三，我要把李秋平留下来，让他在儿童之家继续照顾那些孩子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李老师，李副总，张议员，你有什么代志？李老师，我听讲你为了小孩代志，决定要留在儿童之家，我实在感动的。我本来想讲，阮这间庙代表了这个大步骤，但是未到，你这么竟然搁留在这，我实在感谢你。可是你哪有特别意思，请你直接讲出来。李老师。看起来你不会接受我的好意啊！余副总老议员，你哪来啊？是啊，我好心来看伊，算好一下。啊，李老师。办公室有一挂公文，麻烦你先去处理一下。美玲姐，彩华在那边呢。多谢。彩华，彩华，阿姨去日本吼，买只饼要给你吃嘞，来。多谢阿姨。乖。余副总、毛议员，美莲姐也是彩华的认养人了。美莲姐，我礼拜来面看其他小朋友，你豆豆讲哈。多谢。哎呦，经理呀，想不到会伫咧这个所在拄到你，看起来你真正是很博爱哈。真心的哦，老议员。我无做经理啊！哦，那呢？即马家己开店做档的哦。有啦，我已经离开啊啦。哦，无伫咧做服务业啊哈？安尼，即马你就是专门伫咧做慈善事业嗯？老粉啊，老每年来看彩华，你遐搞袂是创啥？问一个是安怎？你去酒店甲人捧场？现在来儿童之家，你也要把人捧场啊？哎，我说的是真的啊！你去酒店给人洗面，我替你洗回来，现在是怎样？明的说话，你别欺负美莲阿姨哦！哎，小朋友，我是怎样欺负你美莲阿姨啊？虽然我不知道你怎样欺负她，但是我知道你欺负美莲阿姨。小朋友，你若是知影的代志，是袂用乱讲哦。
你敢知影？你美玲阿姨是安怎教阮欺负的？好啊，高医官。卡叔讲，我有啥物得罪你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，安尼好无？免遐客气啦，是讲哦，你今嘛哦已经从服务业转到慈善事业了，咱嘛是同事呢，以后哦就爱互相照顾哈。好啊，人家混，你话敢袂想噶？来坐。美玲阿姨，拄啊，伊为虾米要欺负你？哪有啊？伊不甲阿姨欺负啦哈。彩华，美玲阿姨吼，最近特别去日本呢。啊，安尼我敢袂应带你去。啊，不过我足无闲的，阿婆都带你去。但是你也大汉以后，会用家己去啊。我的妈妈伫咧日本，你敢袂看到我妈妈？会啊。那安尼，你叫伊转来，佮带我去日本。啊，好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你妈妈，伊足无闲的，伊无法度带你去日本。也唔过吼，阿姨用叫你妈妈买礼物送你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即乖，今日甲饼摕去甲同学食。好。弟弟啊。老师，什么代志？我日本的饼要请大家吃。真是的哦。小朋友，小蛋多拿为好，就当吃日本的饼哦。耶！来，你饼好啊，你嘛继续玩哈。你阿姨哪会有日本的饼？伊常常去日本找我妈妈。你妈妈伫咧日本哦？是啊，明日阿姨搁要叫我妈妈来带我去日本哦。真的哦？真的啊。哦。哇！带我去日本，就好咧。李秋，你先关心啥？啊，阮啊，查某囝破病啊，我要看伊啊。哦，啊，不过你这箱都还未整理好嘞啊。安怎无？老生哥，我无安怎啦。肾脏，你有要紧无？无啦，我今日衫有小可拉伤尔啦。啥拉伤不要紧啦。聪大，你哪会搁甲人相拍啊？啊，就因欺负我用同志家的人啊。你哦，感觉是只鸡婆。啊，你最近有去看神父无？无啊，我今日转去会好伊吗？啊、神父上听你的啊，你哪会无顶家看呢？聪达，神父身体愈来愈歹啊，目睭就要看无安尼。假死的哦！啊，你有闲就要顶看神父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好啦，我要来走，家己说你的哦。同学跋倒，我咧看有安怎无？哦，我安怎无？无啦，我无安怎啦。
阿爸较细只哦。好，我知影。我的车来啊啦，姐姐。姐姐。老师，咱今日不是要去看秀画。啊，恁衫拢垃圾干嘞？先回来，咱明仔再来啦。哦。天，你是安怎？无安怎啦，我无介意从大家斗相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足无民主。建安，我是惊你有人拍，才来帮助你的。你是安怎甲伊冤家？啊，昨天一摆，伊甲一个同学恐吓啦，佫甲人收保护费。我叫伊妈呢，因就找一堆人要甲我拍，佮你甲遮来。就是顶届甲伊丢拍伤的遐个人是无？建安，后摆伊佫来找你麻烦，咱到底来解决好无？我离开白房了。对啊，去楼口捧一头，散步一下，啊，心情较好无？嗯，多谢老师。老师，你是安怎？你家己内底看你就知啊。想你的，所以想要让你欢喜一下啊！多谢大家。好啦，秀媛，你先倒来休困哈。嗯。秀媛，死累了，拢是我害你的，我带你出去，害你破病。聪达。你妈安尼讲啦，秀媛，这是美人阿姨送给我的外国表，请你吃啦。唔免啦啦，你家己留来吃就好啊。无爱啦，我要给你吃啦，你要赶紧好起来哦，甲我画图。多谢。秀媛，这张卡片送给你，你要赶紧好起来哦。多谢你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嘉纯的妈妈。你好。嘉纯，你妈妈来接你哦。妈妈。嘉纯。阿咪哦。你来坐坐无？唔免啦。我踮遮甲嘉纯讲话就好啊。哦，无你豆豆讲，我伫遐无闲啊。小弟会去洗手哦。哦。嘉纯，你看，妈有做超阿贵来，互你甲小朋友食。病气啊！可能是拄只伫咧公车顶，互人带病气。恁公妈做做好诶，来互恁食。不要紧啦，
阿姆，阮拢最爱食草仔粿的，冰淇淋嘛最好食的啊。安尼唔好啦。妈妈，不要紧啦。我要回去啦，爸爸，你让我回去，我无住伫家啦。袂用的啊，阿姨先讲，你袂用的出去，爱乖乖住店的家。我已经好啊啦，我就想要回去儿童之家，跟小朋友做伙。啊，店的家，爸爸嘛应该跟你做一伴。啊，唔过，你日时爱去做工课，啊唔是。搁要来陪我，安尼你也足忝的呢。袂啊，袂啊！你看，爸爸敢那无敌铁金刚，就用的啊。袂啦，我要回去啦，我要回去啦。小乖，李老师，我想怎啊？阿豆，老师，我就准备回去儿童之家。柯先生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来跟伊讲啦。哦，哎，小乖，爱乖啊。小乖，阿拉不是讲好啊，要等身体好才当回去啊。啊，不过带伊还开足侪钱呢，阮爸爸。伊做工课足辛苦嘞，赚的钱煞拢予我开了了。我无住伫遮，我要转去啦。而且我若转去，我嘛应该去买玉兰花，也是去路边发宣传单，省我赚钱啊。秀乖，你若无好好听话，我乖乖踮遮，那呢，恁爸爸的烦恼嘛艰苦呢。哥，阮爸爸赚的钱，拢给我开了了啊。钱若无够，是要安怎？秀啊，这阮才来想办法。你只要乖乖踮遮，把你的病医好，啥物拢莫想。嗯。老师，我的病啥物时阵才会好？在那边欢乐了。一定。李老师，秀乖的情形安怎？医生讲秀乖过几天就会当回来啊。啊，不过秀乖身体较虚弱，会发烧。会吐，咱来小心照顾，袂当阁会感染着，若袂阁较严重。尤其伊是有血骨的人，所以爱特别注意。院长，秀外病爱开袂少钱，啊钱的问题。哦，这你唔免烦恼啦。秀外的代志，我向林董事长报告过，又答应要负责秀外全部的医药费。李老师，咱就尽咱全部的力量来照顾秀娃，希望伊会当平安无代志。这是阮爸爸要给邱秀娃的支票。多谢多谢，我会转达给邱先生跟秀娃知影。多谢你。李秋平老师，今麦人伫倒？李老师这个时阵应该在寝室内底，是讲李老师这阵啊为着柯秀官的代志，一定足辛苦。我来去拍一个招呼嘞。啊，我跟你做伙来去啦。免啦，我随着转。你在催我有什么代志？我是特别有柯秀官的支票来给院长，顺便来跟你说多谢。秀官医药费是你负担的，应该是我跟秀德写才对啊。柯秀官，伊是阮天惠儿童之家的小朋友，
今仔日有困难，阮提前出来甲伊斗相共，这是应该。我来甲你说多谢，是要感谢你救阮爸爸的性命。是讲，假使你若知影，伊是我的爸爸，你敢会救伊？会，我会甲救。伊甲我无冤无仇，想怎我把伊甲救？伊是我的爸爸，你敢认为我甲你无冤仇？世间敢有遐大个冤仇？就爱用一个无辜的老大人的性命来补偿？我抢走你所爱的人，你敢会怨恨我？我想怎要怨恨你？世文既然娶你啊，伊当然嘛较爱你。所以要讲怨恨，我爱怨恨的人是世文，那是你。你敢知影？世文是一个忠心的人。假使伊若知影有人在怨恨你，一定会想要弥补。伊是不是忠心的人？我甲你看法，都尊重是世文想要弥补你，伊同情你，你敢拢袂接受？我无需要人同情，无需要人弥补，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是我家己决定的。当世文这三日对我来讲，只是天花儿童之家的当事，其他的你所烦恼的，你所要知影，拢跟我无关的。我请你尊重我的工作，别再来惊扰我，给我一个单纯的工作环境。因为这真侪失去父母、失去家庭的小朋友，需要我的照顾。第一家的小朋友，确实是需要你。啊，不过，你家己的囡仔，更加需要你。总是害怕，爱袂着。